Hello，我改不了标题，干。嗨，改不了标题啊！我看我改不了标题，觉得烦，退学烂了，fuck。哈，最近也要改，靠背啊！还好我还是农哥，只是没办法改日期。但昨天就怪怪的了。改不了。酒好き、女好きと来て、三冠王。これでギャンブル好きなら三冠達成ですね。耳の痛い言葉だな。確かに、ギャンブルも好きかもしれん。男の人ってすぐにいくらかけるってやりますもんね。有这回事吗？ギャンブルはやらないな。ベットしているのは金銭じゃなくて。他又在看这里，感觉真恶心。他在说我们爱马生吗？笑死！我跟他讲话，他刚说他又在看这里，感觉真恶心，傻小啊！再进去出来，看还有没有，没有就可以安心上路了。好烦，还有。很烦呢、欸，为什么不一次把它出完啊？蜜奇讨厌的事物，邂逅篇。どうした、ミキ？哪里？少し落ち着こう。もうカエルはいないよ。本当に？本当に？カエル嫌いは相変わらずだな。普通のカエル嫌いはないよ。那是意义吧？今までは分かってても怖いんだもん。刚刚还有个小剧场哎，我走到定点之后我不能动，然后就在那边到定点，然后走过来，然后在那边咿咿呀。
这是一个小剧场。这个游戏还有个优点啊，就是读取还挺快的。我不想理他们了，我要走了。从那边，这边。这家伙蓝到连鞋底都是蓝的。1000多块钱，好多靠背哦。他说三道要打什么，有点忘了。哦，四海蝙蝠。哎，让不让我攻击啊？有人臭掉了。这是布鲁托吧？布鲁托着火了你。他干嘛啊？磨墙。哎，又按错了。月桂树在哪里啊？治疗装备。月明珠也不知道在哪，玉莲花也不知道在哪。水晶丝绸，水晶打谁啊？嗯，哦，双头灰被丢弃的银汤匙。双头灰是什么东西啊？戦いは進歩せねばならぬ。看他们打到超痛的。这里到底哪里有稀有怪啊？差不多这几种啊。
秀。哎呦，难道是你？只有一只。夜明爱爱奴，双头灰，哎呦，打到你喽！另外一个是什么？被丢弃的银汤匙，我也要打他吧。希望是另外一边另外一只怪。哦，麻麻的，动不了。麻，脚麻是要安怎走？可以不要给我绿色树果了吗？我想要红色树果啊。因为在同一个地方啊，然后怪就长得差不多啊。为什么把衣袋拿出来卖就叫做不要脸？因为没有虫子，也没有高画质吗？完璧主義なもんでね。一代昂赖版，原来是没有，因为没有其他代，然后就重置这样。赢！啊，我要红色树果，不要绿色树果啊！接下来就出手游，哇，好好好官方的模式啊！那是公式吗？话说。地下城好像也要出 RPG， 只是我真的很不想去操纵贝尔一样，可以不要用贝尔吗？看红色树果嘞，一直给我绿色树果，哪招啊？是你吗？银汤匙，曙光蹄，看来就是你了。哈哈，果然是你。走，好酸！我走到哪里怪都死了，这样。
我要红色树果啊！ 操控回尔夫，我他妈都觉得比贝尔好。 我不讨厌威尔夫啊，干嘛这样？不知道我可以前进到2800，我现在。 有点卡在2700了，操控大妈应该超爽的、啊，砰！直接干爆别人，超爽的。 又来，初次看台到底是什么梗啊？结果是旅店经营游戏，原来如此。初次看台翻滚。哎、欸，按错。啊，龟壳在哪里呀、啊？ 在海岸是不是啊？然后为什么那么少红色树果啊？诺斯索马地区。哎呀，同人不就一身黑吗？ 哎，你不能说短发就是同人啊，同人就是最不起的那种啊，最一般的那种。問題ない。 叮叮叮叮叮！哎哎哎哎哎！到底给不给人玩啊？一直在那边。 麻痹在那里啊！哎、欸，什么都没挖到，给我赢啊！你感觉就是有水晶啊？你要不要交出水晶？说。 还是你们这些落魄盗贼交出来啊，把东西交出来哦！哎，我先制，结果你他妈抢了我2000多块，是怎样啊？被害は最小限だ。問題ない。 我看一下他有没有。哦，谁会掉？
到底谁会掉？这什么雷击煞哦？因闪电而被电死的倒霉旅人亡灵，他们没有察觉自己的死，是会自然接近人类的危险怪物。可以找一下，我想要红色树果啊，哪里有红色树果啊？斯塔尔附近的龟形爬虫类，哪里呀？我最近又没看到乌龟啊。干，会不会是这些都不会掉红色树果，只会掉绿色树果啊？好痛苦哦！玉莲花，哦，这些花会掉玉莲花。神，还有神。干，我要红色树果啊！神经病！啊，乌龟到底在哪里啊？跑去哪了，白痴哦！都没有红色蔬果、哦。那因为它的怪都会一直换，所以找不到之前的怪就麻烦。密诺之海岸，也有十米诺之海岸。密诺之海岸那边是不是有？又在山道。打倒敌人，人类敌人时，好、哦。じゃ、宿屋の前で集合にしよう。最好是啊，怎么可能？つきすぎたかな。
肌肉多才瘦啊！菜长这腹肌不错啊！腹筋も割れそうだし、肩幅もちょっとやばいかも。肌肉要结实才好，哦，不需要在意。別にまずいところもないし、気にすること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。そうかな。このままでも平気？真的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又不喜欢你。干我屁事哦！干我屁事！哦，ビクトルじゃないか。僕に会いに来たのかい？たまたまここを通っただけだ。ではこれは運命だ。さっしゃわ。剣を抜きたまえ。何が運命だ？おお、忘れていた。大隊長に呼ばれていたんだ。この勝負はお預けだよ。また来てバイバイ。さらばだ。相変わらず嵐のようなやつだ。ちょっと意見を聞かせてください。ぬいぐるみをプレゼントされたら嬉しいですか？会高兴到每晚抱着他睡觉。もちろんです。嬉しくて毎晩一緒に寝ちゃいますよ。毎晩一緒にですか？干嘛啊？怎样？それは誰しもそうなんでしょうか？多分みんなそうなんじゃないですか？館長。我好像误导他了。ビクトルさん、まさかディーン司令も。误导。最好是啊。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？为什么要这么正经的乱说话啊？就他坏的更彻底。他看着墙壁的屋子说：“好可爱。”他会掉玉莲花。肥大蘑菇怪，各约五只。和青石的那只花好像没怎么看到哎。我要洗那边的怪。
看一下那边好了，不对啊，那边是沙漠吧？哦，真麻烦。 これくらい、これからも頼ってちょうだい。 到底为什么要在湖边捡垃圾啊？ 就是看看看啊。 而且我一直在采那个收集的，为什么他不直接给我红色树果啊？ 他会一直乱晃我的视角，我就很讨厌。嗨，谢谢一元三个月，谢谢。 看那个怪就不能多做一点吗？那个树，那个花打到现在也才两只吧，然后那个球大概四只，我要刷那个花就不知道刷到什么时候，很机车欸。 集合にしよう。どうして来てくれなかったんだい？約束していたじゃないか。何の約束だ？忘れてしまったのかい？僕たちの記念すべき33回目の決闘だよ。すまないが覚えがない。いつ約束なんてした？第一招待の飲みの席だよ。 朝方の広場でひっくり返りながら約束しただろう。夢の中で。いっそ羨ましいよ。自由で。干。怎样？
改个 ID， 一堆事，妈的！差不多这个时间都在开台。应该是对啊，因为新定的那个我没有改 ID。感觉就要一直进去出来，进去出来，要不然不会长。好哦，我还担心说是不是我订阅的那个断掉了，去看发现哦还在。想当初赵元七进七出，你是说我的信哥哥吗？当初的赵信，这话我打了几只，欸，偷打我。重点是有没有打到玉莲花啊？这花不是会掉吗？还是它是因为是咒印生物，所以不会掉？不是欸，他有掉过吗？哎呦，三个了，要几个啊？看一下会要几个。一莲花，七个，心思。不是标题不用改啊，是不能改啊。改不了，然后一直狂按，然后就一直跳那个红色红色红色，一直出来，一直跳错误。哼，你没看到我日期没有改，超怪的。左火华盾。他有那个、哦，有世界地图。对呀、啊，最好啦，最好是不找借，最好是在那边找借口。我没有找借口，事实就是这样啊。好，
青海游侠五世界地图。他没有人整理一个世界地图出来吗？我想要世界地图。没有哎、欸。好像要观察后才会显示真假的啦，烂死了！然后我昨天硬是改，他还是给我改了，这次就不给我改了。独身，退取真的爆炸，真的烂死了。调和只好再高七级。圣水空瓶，强化道具，冬虫夏草，会不会就是这个啊？哎，这个是复活的吧？因为有鼠尾草啊。那个治愈的在哪里啊？好哦，我是想要世界地图啦。因为小地图的话，这里就有了。無益な戦いでしたね。莲花好像也差很多，好烦哦！再去找花打好了。你要去哪里呀？而且，你知道我那个。昨天的 VOD 啊，就是你在看影片过往直播那边，就那个数字狂加哎、欸，就我观台多久，那个影片的数字就多多哎、欸，啊不是观台多久，从我开台到昨天开台到现在，超扯淡，我看一下现在正常没、欸？没有，还在加，超扯，然后。按进去是正常的，不是观看字数，是像我昨天开台到现在24个小时了，它就会显示24个小时。可是按进去是4个小时多。噔噔噔。超瞎的啊！退去爆炸、欸，超好笑啊！那 VOD 被吃掉，我都会疯掉哎、欸，因为我没有自己录啊，因为自己录的话，那个占超多硬体的，
这样大家都变成马拉松台啊，看它可以增加到什么程度。对啊，犬も好きなのか。いえ。他，你竟然不喜欢狗？我いや、聞かなかったことにしよう。啊，那是猫派，他讨厌狗。狗被讨厌了，好难过。我喜欢猫，也喜欢狗，可是我绝对不可能养宠物，因为我一定会养死它们。我太懒了。要我每天去带它们散步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然后现在我应该超多矮金刺绣线了吧？真的玩别人家就好了，自己养真的太累了。是哦，萃取会多什么新功能啊？我不敢想象哎，我只想到那个 VOD 重播。点数兑换，退取有点数这个东西。已解锁新职能。战车？难道是龙狮？可是那个不是，那个应该是每个实况组自己弄的吧？像我就没去弄啊。所以他现在是要有一个官方功能就对了。他是不是在测试这个，然后爆炸了？这个树哪边是正面，我都看不出来。不过点数兑换。体力があるんだな。ありがとう。研究所が恋しくなったりはしないのか。念研究所。もっと外に出ろって言われてたの。今は彼がなぜそう言っていたのかわかる気がする。外は危険もいっぱいだがな。危なくなったら守ってくれるんでしょ。请问你的退取账号的呀？然后我要改。妈的。太久没有改，都忘记了。是不是要进去才能改啊？会显示在哦。
じゃあ宿屋の前で集合にしよう。分かってるんだ、グルメが趣味なんて贅沢だって。今回のことでいろいろな戦場も見てきたから。他干嘛突然暗淡？そんなことないよ、趣味があるのはいいことだろ。慰め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。このお腹の虫がいけないの、ちょっとおとなしくしててほしいよね。肚子里面虫三小啊。想坐船吗？哦，哪里有猫？うちの子じゃない。啊，你还要养猫啊，大姐？君は神渦流以外は学ぶ気はないのか？要学的话选剑术以外的，我想学一次看看。他の流派も興味はあります。ぜひ学んでみたいです。素晴らしい向上心だ。もし他流派を訪れるなら声をかけてくれ。私も堂々したい。ビクトルさん、深く学ぶかどうかはわからんが、体験するのは良いことだ。撞都不会有碰撞感。觉得那个咒印，那个国家好远。当一天某的是想要。我觉得当一天mode很危险。炼金，我有新功能了。ありがとう。これでやっと完成するのね。おい、吓一跳。錬金術だ！錬金術が完成したぞ！あれ？びっくりさせちゃった？ごめんごめん。待って、私何にも嘘はついてないからね。錬金術を完成させるって大見え切って集めたお金もそこをついて、すごく難しい研究だったのは本当に本当なんだから。とにかくウェルチャーを作ってくれ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。持つべきものは優秀な上手よね。我怎么不能撞他啊，我想撞他哦。錬金術で金をいっぱい作れば。おっと、我身为一个疯狂科学家，觉得他应该房间要乱一点吧。塞狼，啊！やっぱりヘッポコなのしかできない。なんだかハイセンスな香りがする。そこの体の帽子が大きくてすごい格好の助手サンド。身体某个部位很大。
怕很久欸。有四星一半，真的，哇！他瞬间就把它画出来了。私が三日三晩も考え抜いたデザインとは一体。話说为什么大姐都不讲话？部品を用意するのは一号くんの仕事ね。当然集めて。好可怜哦。还有什么？两个银，一个红宝石，两个丝绸。我没有丝绸吧？红宝石跟那个我都有吧。对啊，银跟红宝石我应该都有。干，为什么红宝石比银多啊？我没有丝绸啊。睡个好了，好嘛 ，MP 都没了。噔噔，白痴哦、喔，你以为魔力宝贝哦？じゃ、宿屋の前で集合にしよう。就这样，就他妈这样子，你要跟我说这是一个小故事哦？他妈不就喊了一个猫咪吗？エマーソン殿たちの言う宇宙とはどんなところだと思う？大怪兽大战飞空艇，不是啊，什么完全无法想象。想像がつきません。それはそうだ。船内質問をした。忘れてくれ。全く想像できない。どれほどすごいのだろう。为什么他撞到人，然后在那边叫？看，而且我基本上是没有经过故事，然后他一直出现这些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大胃王小六丁，小六亭。